拍摄的客户是女高音安田，不过她今天因为身体欠安无法来拍摄形象照，所以我们就先进行第三位客户的拍摄。第三位客户是吹奏小号的子明，他带来的曲目是乔立伟的小号协奏曲，而作曲家乔立伟以前卫风格而闻名。那想必这首曲子应该不太好理解吧？前卫，你说听不懂吗？好像也不是，其中主要充满了丰富的和声以及活泼的节奏。我好像闪到腰了，我就先去休息。年纪大了，这样自不量力真的是。小号杨子明，钢琴唐华义老师，指导老师侯传安老师。
Thank you.